Hello，收一下东西。好的，Hello，大家好。应该有在话应该有在动。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的实况台，我是小颖。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这个是什么游戏来着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哎，这个叫做哇，我也忘记主角叫什么名字，有点尴尬。它叫做酷什么来着的呀？阿萨，等一下，我知道我忘记切换这个了，难怪我就觉得我好忘记什么事情。我忘记切换，让它可以跳。这个主角叫做酷什么东西的呀？酷，这看起来底下有一个机关，但是现在雨这么大，我只要一出来，这看起来好像。哦，它可以让我爬上去。等一下。黏黏的我被那只蟾蜍吃掉了，我被那个蟾蜍吃掉了。对，这个机关看来有问题，我要研究一下。前方有一只星星一般的，为什么？这个也是要点火。下去会怎么样？看来这边是没有路的。这个也是要点火。有一个应该要堵起来的孔，奇怪了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拉一下，这个就是关起来。可以。星星被打了一顿。这个家伙好像不能抓。这样看哦，上面
哎，这个我上去，我应该会被上面的家伙弄死吧？哎，等一下，我就把这个玩意儿。像这样子，好，我看看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哦，我可以把这个口堵住。这样子是它是。像是我旁边那边就不会再被，那个吹走吃掉了吗？哎，上面那只，猩猩，哦，它没有走，有它走掉了。哦，那边有火。看起来啊，我被作弊了。火在旁边哪里？只飞翔的小家伙，不知道它具体到底有什么用。哎，这个我难道……我等一下上来先存个档好。竟然摔死了，一个粗心大意。我一直想着要去拿旁边那个蜡烛。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那边会要有一个把手？哎呦，我应该是要这么做没错吧？我先去看一下旁边那边。我觉得我应该先存一下档，比较妥当。我不想等一下还要那个重新过这个环节。好，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也可以点火。好，我知道要跳过去，要跳过去。刚刚跳失败了。
好，然后哦，我应该是要堵住他的那个，我是要堵住他出来的孔吗？因为他手会往上伸嘛，所以我好像只要堵住他出来的口就好。你不要骗我，今天星期四，明天我要上班的。今天星期四啊，明天要上班啊。但是明天就真的星期五，我们快乐的周末就要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条件底下那只青蛙会出来啊！我跳太大力，我把自己摔死。我刚在想，它是什么条件是让那一只家伙会跑出来？是他手往上抬的时候，那只青蛙会跑出来吗？还是什么条件？不太理解啊！太慢了，操作太慢了。哎，其实我只要想办法能够到，我只要到这边来，嗯，嘿嘿，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吧？你个臭青蛙！哎呀，糟糕！哇！看来这必须是一个连续动作，我必须要就是从这一石头的这一边跳到旁边的那个手心上。我一拉杆子就跑，他还必须等他那个动作结束才能跑。来呀！我又摔死了，太智障了吧！太智障了，这个。讨厌！啊，真是气死我！我真的觉得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设计的问题，
绝对不是我一个，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他的。啊哈，等一下，我又进了，又进了。这个其实也蛮不科学的，他这么小一只癞蛤蟆，怎么可能吞得了这么大一个萝卜人？这怎么看都觉得尺寸不太对吧？他那么小一个，我那么大一个，哎。我只听过蛇可以吞下比自己身体大的东西，我没听过癞蛤蟆也可以，而是青蛙还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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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轻轻推一下。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轻轻推一下。我刚刚离太远了，我下去以后我太怕那个青蛙出来咬我了。但其实我可以稍微推一下它的。啊，加油！我被黏住还解锁了成就，他竟然这样有成就，被黏住的成就。看来这个游戏对于不同的死法，它是有设计各种成就的。被游戏弄死的100种方式。被黏住感觉几乎就过不来了。啊，尴尬。尴尬。助跑跳的部分我也有点失误。就是操作设计不良。分过来了，这是什么？发亮的果实，变成这种状态的水果碎片对它已经没有作用，所以它需要完整状态的水果。嗯，好，太黑了。所以我在这边弄了半天，结果毫无意义吗？哦，好，还是可以过来的啊！已知用果，上面有一个发亮的东西，但是我拿不到。但是我一出来就会淋到。哎，好吧，比起淋到雨更头痛，应该是我摔死的。
试试看，先在那个出来的时候跳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好，好好，哎，这边好像看起来它刚好上面刚好可以挡住那个，刚好可以挡你。哎，里面这是什么家伙？一直在树上玩耍的小猴子。It had probably climbed inside to get out of the rain. Teku decided not to bother it. 还不不想打扰他，但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水果什么的把它拿出来。然后这是一个电梯下楼。点亮了两盏灯，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点到那边的灯了。这个，我出来火就熄了。我出来火就熄了，所以应该我们先走另外旁边那一边。我们先下去看看，上面那是什么啊？长得好恶心啊！哎，我上来的时候没有拿火。底下有一个三角脑袋的拐咖，先点火，然后我们跳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它们就像从树上长出来的蠕虫，有点恶心，长得挺怪。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挤出树翼。麻都挤不出来啊！那我们来跟这个家伙说句话。泥地上有一个女孩在挖掘着。她用一把小铲子收集蘑菇，放到背包里。她是如此全神贯注，太过一时半刻找不出理由去打扰她。这个井好像有点深。我手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我只有一个面具。我们把这个钩子往下放。It was too dark inside the well to find anything with the hook. 所以我们得先想办法让这碗面。我走出去是不是就熄了 ？On that part of the ground.那块地面上的泥土很潮湿，还被翻动过。只要有适当的工具，就可以进行挖掘。On that part of the ground, the earth was very damp and disturbed. It would be easy to dig there with the right tools. 那所以我还得，这里边可能太黑了。The darkness was immense. 这里太黑了。Would need his candle to be burning to go on. 所以怎么办呢？他说他不想打扰这个人。但基本上我只要一上去，这边应该会有线索。我得。根据经验，它的线索应该是不会差得太远。理论
上他的线索不会在太远的地方，可是这附近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了呀。不行，走到这里的时候他火就熄掉了。Tekker would need his candle to be burning to go on. 这里呢，有办法下去吗？迪乌斯面具跟石刀看起来都不像有用，那我就只好再爬回去。左右看一下有没有哪里可能有线索。这个家伙，我要想办法。但是我的火一样，我的火也一样出来就会熄掉，它出来就会熄掉。这个机关是什么意思？我实在不太明白。下面这个东西，这边也没有东西。这个应该是在这边堵住这个风，让它不要吹熄这个火吧，我猜。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火点起来啊。旁边应该没有东西了吧？我们用身体证明了旁边没有东西。我再上去一次，跳到萤幕外就是要死掉了。这次我们不要手欠，这次我们不要这么那个，我们不要跳他，不要跳他肚子下。你可以跟他说话哦，他小孩子就是跑到那个洞里面去的，因为抓蝴蝶就跟妈走丢了，那也可能是爸爸。玩回来发现人不见了，于是他就开始哭，所以我们要帮他找他的小孩。Maybe Tekker could help her find it. 好吧，那看来应该就是我们。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办法再往上爬。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有，如果往上跳，旁边好像还有路，但没有关系，我们先去看一下旁边那只小猴子。等一下，这是不是代表我刚刚那个路我还得再重返一次？这个很讨厌的路，我还要再重走一次。直达车哎，接个火，老板来个火。就是你。No doubt this was the baby that had been lost by the mother monkey. But to be able to take it to its mother,
Teku needed something to transport it safely. 啊，要找到安全运送它的工具。In that state, those pieces of fruit were of no use to him. 要找到安全运送它的工具，等一下，上面看起来好像有一个传送门。嗯，这应该是一个传送的。哎，等等，旁边啊，我应该是有个什么机关，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机关可以让我到，可以把那个上面的那个传送门放下。而且他手上那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我也想要，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闪焰。嗯，哎，我想到底下那个背蘑菇，那个背蘑菇的小女孩，她不是有个篮子吗？也许我可以跟她借一下她装蘑菇的篮子。对，就是这个篮子，我们跟他借一下，他可不可以把篮子借我们呢？先问一下这个，你为什么要让挖呢挖呢挖呢？ねえ、ベタだま。嗯，超级可爱的。那要我们给他蘑菇是不是？他要的蘑菇长得有点奇怪。Young explorer traveled all over the world in search of the most. 他曾经周游世界，寻找最独特的蘑菇。要请他帮忙的话，泰库必须找到一个有着粉红斑点的蘑菇。粉红斑点的蘑菇。就别客气，悠悠。粉红斑点的蘑菇。他说他可能是根据藏宝图周游世界这个意思。然后他到每个地方都这样挖。喜欢摘蘑菇的人，这个好像我以前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有一群人就喜欢特别喜欢挖蘑菇。那一群人叫什么？我已经忘了，糟糕。哦，他要煮蘑菇汤。好的，所以我们现在，蘑菇会不会在这底下呢？但是我们需要有光，不然的话我们看不到东西。Too dark inside the well to find anything with the hook. 旁边是说什么？这边有这边的地板好像曾经被挖过，这应该是他挖过的意思吧？The darkness was immense. Teku would need his candle to be burning to go on. 要么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能够让蜡烛维持点燃状态的东西，要么就是我们找到能够把火放到下面去的方式。但最快可能是我们先试试看有没有可能乱点一通。乱点一通要找到答案的几率恐怕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哪里像是有线索的样子呢？我觉得我们线索，我们可能得要在这附近找，能够暗示拉这个的顺序的线索，往上看看好了。线索，线索在哪里呢？
这边没有。这边这边这边我才被他压死过。在他跳上去的那一瞬间我过去，你快跳。还是他一上去，就算他才刚上去，我只要过去他就下来。哦，我拿到了一个青椒，不是什么什么东西，我看看。在高温下会出现奇怪的反应，黄色胡椒。很适合作为美味炖汤。我们找一个火来点点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它会不会是要放到那个中间底下那边的？啊，不行！我在想它那个会不会是要放到中间底下的？这边有没有线索？我们刚刚 A piece of bark with a curious shape was peeling off what was left of the tree. At the moment, Teku had no interest in it. 昨天从这边过来。好像也没有线索。这玩意儿会是旁边那个的后，会是下面底下那个的线索吗？感觉也不太像。我们手上现在有一个奇怪的胶，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干嘛的。我们用排列组合跟他拼命，我觉得这是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从数量来算的话，它总共可以拉五下，所以我们的线索，等一下，我们先把，我们试试看这边能不能挂这个胶。我们把这个胶挂在这个上面，不行，那挂面具呢就不行，那挂石刀应该就更不行吧。想想看。到高温会发生哦，那我们试试看，我们到那个，我们到那个上面那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奇怪雕像那里。哎呀，这我到底可不可以快转啊？我不知道哪一颗是快转，闪念一下看看有没有线索。没有啊，我们到那个上面那边去看看。最大的一个火堆就是在上面，所以我们去上面看看。先跳，好，可是没有选项。没有办法把那个青椒放进去。怎么办呢？我看看哦，这边会不会有线索？好像也，好
像也没事。到底那个要怎么拉呢？重点是我挤出之意，我要挤它干嘛？我好像也不知道挤它干嘛。上面这个东西是我很想拿，可是我拿不到。闪念一下，老板啊，糟糕！那家伙是不是想吃我？我把是没有意义的，但没有发现，我觉得线索可能在动，我的直觉是线索可能在动。想拍到，我们下去看看，再下去一次。这边是需要点火的。这个箱子。然后我也没有看到，我怎么觉得那个蘑菇可能也在最底下？怎么什么东西好像都在最底下？那一个颜色奇怪的小家伙，我们有办法碰到它或是什么吗？碰不到它。旁边这边刚刚也已经拉过了，应该是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进入卡关状态。不是很知道我们把这家伙推上去到底有什么用。可是那个家伙在那边飞，应该是有某种功能的吧。旁边感觉也是可以跳上去的，我好像知道取消对话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有办法可以，就是爬到他身上，或者是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到上面去。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有办法到上面去的，而且可能是要借着这个家伙过去。可是他下来，我们就会被他压爆。如果从另外一边。刚刚应该是试过，应该是不行。从这边有可能跳过去吗？好像没有办法。Tycho couldn't go on. It was too dark.
从这边好像没办法跳过去。给他红色胡椒，不要胡椒。面具，不要面具。不要石刀，都不要。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啊，的火熄了。旁边这个又是跳不上去的。哦，旁边。还是觉得应该某个地方应该是要有一个线索才对。脸中只有蘑菇，哪里有蘑菇？没放蘑菇啊。后面那个蘑菇我没有办法拿。没有蘑菇啊，哪里有蘑菇？难道旁边有蘑菇吗？也没有啊，我记得我都没有看到啊。没有东西。跳。底下也没有蘑菇了呀。这个我又不能亲自跳下去。黄色的这个胶也不能放。这边是被他挖过的。The darkness was immense. Teku would need his candle to be burning to go on.我还是很想知道这个，很适合用来做美味炖汤，到底什么意思啊？卡关了。就算我能够土法炼钢，就算我能够蒙到他那个，到底在急什么东西也没有用啊！不行，我一定得想出办法。我也没有办法从这边跳过去。上面看起来没有东西，也没有看起来像线索的。下面那个植物到底要怎么挤？也看不出有线索。上面那个怪虫。我应该是要把他的小孩弄出来，我才有办法。这个怪虫它一定有个什么用吧？怪虫它一定有什么用，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怪虫到底能干嘛。
这边的火也不知道怎么点它。理论上我应该就是要没有东西了呀，这个也跳不过去，这个猴子太大只了，讨厌，他不让路我根本过不去。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爬上这个家伙？不行，没有办法。有没有其他机关是我一直没有碰到的？有没有其他机关是我没有碰到的？底下这里面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用火融掉它。什么？就这样吗？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吗？好像看不出来，这个那个箱子好像除了用来挡风，我这样把它关住以后，我上去能碰到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东西。这个开关到底是谜一般的，不知道是干嘛的。快从引诱下来呢？做不到。哎，卡关了，卡关了！每次卡关的话，我们可能就得休息了，代表我脑子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这个游戏。口堵住，但是堵住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啊。因为通风口堵住，我觉得应该是我要在下面点火，然后才会有需要把通风口堵住。但是我没有要点火的话，堵通风口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现在问题是，我可能会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个小猴子背走，那我觉得我可能是需要那个箩筐把小猴子背走。那我需要那个箩筐的话，我的推断是如果我想要箩筐的话，我应该是得要帮那个家伙找到他喜欢的蘑菇。但是他要的什么粉红斑点的蘑菇，我觉得可能会长在洞穴或是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不是在洞穴，可能就是在井里，这是我觉得蘑菇可能会长的地方。可是要进去我们就得要有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点着蜡烛到里面去。It was too dark inside the well to find anything with the hook.
the ground. The earth was very damp and disturbed. It would be easy to dig there with the right tools. 他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也没有给我出工具的选项，就是比较那个，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所以我才会觉得看来看去，我目前能够动的，好像真的就只有在这里。这好像是我目前能够操作的少数的机关之一。可是我现在就是问题，就是我在现场我看不到像线索的东西。如果他真的是要我解这个谜的话，他应该会把线索放在这才对。这附近应该要有线索才对。可是见鬼了，你有看到像线索的东西吗？至少我是没有看到的啦。到处用闪电，可是我也没有看到闪出什么东西。它上面是有一个粉红色的什么东西吗？它那个后面是有个什么粉红色的东西吗？是吗？好，真的就是要我们先解到这一个。我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构成线索的？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构成线索？总共有五个单位，所以我们可能要找到有五个单位的东西。五个单位的东西，这个虫子有可能用来挡你吗？好像不太可能。我一走出来，这个火就熄了。五个单位。有看到任何像线索的东西吗？闪一下。Mesmerized by the light of the flash, the strange insect turned to Teku. 哦，哦，好，结果闪一下，出现了新希望。出现了希望，好，那这个就先对啊，我就说那个小虫一定是有什么功能，只是我们刚刚一直搞不懂它是干嘛的。我们先把这个关起来，然后我们到底下来推箱。好，太好了，我们不用马上卡关，我们可以继续玩下去。
前面没有发现是要闪焰他才会过来，我还想说因为我拿灯他就没有过来，结果原来是要闪焰。于是这个冰融化了，融化的过程中掉出了一个，这是什么啊，掉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一个东西，棺材是什么东西，石化种子，它会长成带刺的巨型植物，比其他的所有植物都要大。啊！结果它给了我一个种子，它会长成巨型植物的一个种子。那我就要找个地方去把这个种子种起来了。我们试试看把这个种子丢井里，丢井里看看。可疑的地点一就是这个井，所以我们试试看把这个种子丢井里。不行，哇，问他呢，没有，所以也不是。那还有哪里，还有哪里是有选项可以种东西的？还有哪里是有选项可以使用的、啊？巨大的种子，长成带刺的巨型植物，但是我要种在哪里呢？就是它基本上也没有那种让我选择烧东西的选项啊，像这种眼睛它纯粹只是看讯息而已，不然我还想先烧青椒呢，黄椒。我倒是觉得如果要种东西搞不好会种在这里啊，对不对？你看它如果能够种在这里，我就可以往上爬了呀。小猴子也不会想要种子的吧？对，他也不要。结果我拿到那个种子，结果好像还对我们的现状好像仍然没有帮助。我再想想看。现在我们旁边那边是有火的。还有哪里是可以点火的呢？这个火点也没有用，因为底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地方，这边也是死路，这边是没有路的。旁边这个植物，它会是我们想要的线索吗？一二三四，好像不会是我们要的线索。它会是我们要的线索吗？我们再下来看看。这个台子还能不能用？没有，它没有反应。上面
旁边那只星星他马上就吸了什么鬼。没有东西，上面是有一个小平台，但这个小平台不知道干嘛。不行，这边也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什么可疑的点。后面的背景也没有。好吧，我们现在再一次卡住了，解开了一个谜，然后又陷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手上的差别只是在于我们现在多了一个种子，可是对我们实际上好像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因为我们又不能种这个种子。这边也没有种东西的选项。A piece of bark with a curious shape was peeling off what was left of the tree. 这段话其实让我觉得很奇怪。Teku had no interest in it. 这段话其实让我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在小猴子的洞里点过火吗？闪焰过吗？进去闪一波。小猴子挺嗨的，但是没有什么用，他还是不肯跟我走。这个水果也没有水，等等，突然就可以拿了，为什么？刚刚都不能拿的啊。等一下，啊，亮度足以造一个小房间。这水果突然就可以用了，是我刚刚一直都要这个水果啊，还是他在表我？是我这么渣的疏忽了这一点吗？好吧，至少这代表我们可能可以进洞穴，这是一个好消息。走这。The darkness was immense.Teku would need his candle to be burning to go. 说好可以照亮一个小房间的呢？你骗我吗？但那个东西是猴子喜欢的水果，所以我应该是要拿去引诱小猴子。Teku could see a sort of basket floating in the well. 啊哈哈！得到了运输用工具。我们又解开了一个谜，现在我们可以上去背猴子。就不要跟我说猴子不愿意跟我走，那我就很尴尬。这个水果还能再拿一颗吗？好像也不行。他还挺乖的嘛，而且重点原来这家伙是一个三角脸，呵呵，
个三角脸猴。噔噔，带猴子宝宝去找猴妈咯。太好了，看到解谜的希望。来，猴妈，交给你了。Deeply grateful, the mother monkey offered to help. 哦，他要帮我爬到树梢上去。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一定有办法让我上来的吧。然后这边居然是个梯子。这边是一个，它居然是电动的，它竟然是自动的，太不可思议！它竟然是自动的，先存一个档。前方有一个打铁的。为什么他要住在这么？等一下，不用小跳跃就好。然后这个应该要长跳。That man was pounding a piece of metal. 他在用铁锤敲打一块金属。He was an artisan.他是个铁匠，但他的手段太酷，从来没有见过。太酷不想去打扰他。这个是这个需要点火。这个应该是底下需要点火。That man was pounding a piece of metal with a hammer. 结果我应该要带着火来，可是我好像我刚刚在底下的时候，我试试看，我先跳到旁边去拿火吧。我是想说他好像会被雨淋湿就没有拿，但也许我应该要带着那个火过来的。我跳到最右边那边去看看。我过不去耶。但是我需要火啊！我们看看这个家伙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嘛？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再帮我们挡一次雨。休息了，怎么办？休息了。哦，我知道了。啊，也不行，他也熄了。来。再试一次，我先把这个点起来。
行啊，我只要一放开。是说，我没有办法带着这个火过去吗？有办法吗？不行欸，真的不行欸，真的没办法欸，这是怎么办呢？我想看哦，嗯，也不对啊，我这样。嗯，我先把这个关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还没有在这边闪过呢，周围左右闪一下。啊！是什么？啊！这是一个什么？应该是某种烹饪器皿的盖子，比如说铁锅或是砂锅。给我一个这个东西干嘛呢？我觉得他最后是不是要让我炒一锅菜？你看我拿到了，就是我拿到了这么多奇怪的东西，这边应该，另外一边应该没有东西了，另外一边我也没有去闪过。一个锅盖，他给我一个锅盖要干嘛？他给我一个锅盖。有一个锅盖，我有什么东西要煮的呢？我没有啊。但你看他目前给我的，他给了我一个什么胶，一个黄胶，给了我一个锅盖。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在暗示我接下来要我煮东西。一个锅盖能干嘛？我们刚刚在上面那边。好，我再上去看一次看看好了。我在想，我们刚在上面那边有看到什么像是可以放锅盖 的地方吗？刚刚在那个上面那个铁匠的洞穴那里，有看到什么像是可以，应该说有什么是需要锅盖的东西吗？这边我没有火，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办法跳过它？没有办法跳过它。对面看起来是有火的，可是我没有办法跳过它去拿到那个火。上面这里又不像是。而且就算我在前面拿到火，到这边也会死掉。锅盖。这
边为什么不能操作呢？这边是要点火的，可是我现在没有火。嗯，我觉得重点可能还是我得要想办法拿到火，可是这里很明显它是没有火，所以我还是不能到这边来，这边还是不行。那这样子我看来看去，我还是只能回去搞定那个蘑菇的事情呀。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地方是？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掉的呢？他给我一个锅盖到底是什么意思？理论上如果有一个盖子，我应该是要可以用它来挡住上方的雨滴才对的呀，对不对？对吧？他给了我一个盖子，理论上我可以用它来挡住雨滴吧。是他没有给我这样的选择。这边看起来有什么像锅盖的东西，很像锅子的东西吗？也没有。这个地方已经机关用过了，就没有用了。呵呵，太黑了。啊，好吧，我觉得我今天先卡到这里好了，明天再继续好了。目前已经陷入了卡关的状态。这个地方。On that part of the ground, the earth was very. 这个地方，它也没有新的对话。下来闪他一下，毫无反应，毫无反应。嗯，我闪了半天，毫无反应。我还是觉得这玩意挺可疑的。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挺可疑的。我们应该还是要先想办法试试看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定。他也没有给我线索。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滴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正在滴水的？可能要观察一下它的背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在滴水，然后从不同的地方滴水？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牵扯到破关的关键。这个地方呢，有。的确是有水滴下来，的确是有水滴下来，但是我觉得我想要的应该是有规律。这的确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去寻找线索。就是滴水的频率之类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我觉得我
不对啊，明天我们要休息，对不对？明天我们要看那个，明天我们要看电竞的，所以明天要休息的，所以我们下一次见面应该会是礼拜一的时候，下礼拜一的时候，好吧，我可能就礼拜一吧，慢慢研究吧。那我们就先这样，我们礼拜一见。希望我可以，希望我可以研究出这个小孩小猴子走掉以后，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陷阱。没有，小猴子走掉以后，这边就毫无反应，什么都没有。再过来看。对啊，明天星期五啊，明天要看电竞，明天看电竞，休息一天，休息一天，休息三天。啊，好的，跑跑吧，不管了，我不能再想了，一直想也想不出来，先休息吧，搞不好礼拜一，搞不好礼拜一脑子清醒了就顿悟了。好吧，先这样，那礼拜一见，谢谢大家，拜拜。